蛋皮啊，甲一项便当盒啊。这因为大家因为嫌便大，啊，所以讲这方面哦，目前来讲就是回收率上低，啊，就是粪扫袋啊，我们检查出来数量上低，就是这两项。哦，啊，这两项哦，即拜托各位乡亲哦，大家养成一个习惯。我们补助农民小型农机的部分啦，那只要它涉及在我们园林市，然后有土地的部分哈，我们都补助啊。一个共同户，我们就是补助一台3000元。我们重点就是希望咱以农立国，阮对农业是非常的尊重，对农民家的时代，阮也较感受到，因为咱要食五谷杂粮、蔬果，拢是透过他们。的耕种我们采用，那我们的农机补助只是小小的一点心意，我们希望透过农机也让人先洗先干，提高一点产能，然后增加他们愿意在地来做农民，因为现在咱知道老人嘛，所以变成农民的劳动力是越来越少了。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补助，微薄的力量，让大家能够再注意农业这一块。而且我们对农民的补助不止这一块，我们对套袋、葡萄、芭乐、葡萄各种套袋我们有补助。我们希望在农业这一块，我们不遗余力的补助，然后来扶持，希望在地小农这个部分能够做得更好。那也加上，因为农药的部分容器是有毒的，那我们今天也刚好是资源回收的宣导，希望大家知道说，为了要病虫害，我们会有一些农药，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农药的瓶罐，一旦经过三冲三洗以后，再缴回来这边，或是到农药那个收容，希望不要再造成环境的第二次污染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主要宗旨。那个园林施工所农业科科长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办理的是那个农机的验收哈，那这个是从104年就开始办理，到现在来讲的话已经是第四年了，那一台的话是补助3000块钱，那他只要具备说我们具备是园林市民的资格就可以了。对，那农地的部分的话，只要在彰化县内，只要有农地就可以来申请。哎，我们这个小型农机呢，就是因为说现在就是鼓励，就是大家用那个小型农机来做耕作嘛，哈，就可以达到省时省力的一个政策了哈。所以我们一台是补助3000块，上限3000块。那这个措施其实是对农民来讲是很方便的东西啊。伊哩先生，迄公所补助，互你买一挂电动农机啦，伊哩算讲。做农的吼，算讲较简单，较算讲较省力就对啦，省力。安尼啦，因一般吼，因有反正就是有帮助农民省力的迄个工具，农具拢会当用，拢会当买，会当买啦。啊，伊公所补助3000嘛，公所补助3000嘛。啊，伊看你买偌济对吼，上悬嘛是补助3000。安尼是袂歹，因为算讲吼，互农民对吼，减少负担啊，对无？减少负担啦，啊一般，算讲一般的农民对无吼？算讲有阵时啊，迄落，算讲你家己爱去买农具、买啥、买种方面对无吼？啊，就是，原来爱去开一笔钱，啊是政府因为着要照顾农民吼，所以吼，甲你补助一寡，啊，互你安尼减轻这个开支啦。鱼缸你想啊？鱼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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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家里关了，直接接他。啊，因为家里也看着啦，谢谢了。啊，感谢你啦。我看啦，跟其他的农机来分开来吼，搞回收车。啊，当然你若较捡是恁要家己卖，咱农药罐啊嘛袂使揽着其他的罐啊。啊，农药罐啊吼是要麻烦各位讲，咱常听讲三冲三洗吼，伊的意思其实的目的是讲麻烦咱的罐啊，伫咱咧套油桶的过程吼，咱会使透过讲，咱冲一挂水倒落去，冲一挂水倒落去，伊操三四界反复的动作，咱这个罐啊内底罐啊瓶口，咱存落去了，其实。要搁吼清洁队维修，或者是你放伫咱即摆现场嘛，足侪农民拢有配合着咱清洁队后壁，迄拢已经有交来。因为咱毕竟清洁人员嘛，有可能是环保公司，伊要交去顶手的时阵，因咧做即个工课咧作业的时阵，会去摸着，啊有当老板去擦着因家己的目睭或是嘴，其实这拢是危险的。所以阮常常有当甲咱的农民，有当讲了较直接就是讲，迄农药罐爱洗好清洁，毋是讲叫你洗甲一干二净，伊的目的是讲。麻烦恁把咱的罐仔内底残存的这些农业药剂吼，你透过冲倒、冲倒，安尼伊的百分比降到最低，那对咱回收的人员、甲回收的工厂，则袂去染着其他。因为你若分了无好吼，你若讲依咱商业周刊所刊的，伊嘛有可能甲咱的牛奶罐啊、甲其他的罐类来染做伙，啊，食较尾、喝较尾嘛是等于有可能是人体去食着这个制造过程，还是会有污染性。啊，个玻璃罐啊，农药罐啊，是啊呐，啊个是啊呐，只爱特别回收，像讲电池、个照明光源油，咱日头出赤呀的时阵，咱嘛是爱耕作，对不？像咱阮平常时食的饭啦、水果啦、菜，嘛是拢恁付出的，所以伫遮先甲恁多谢。吼，啊，即马就是讲特别麻烦大家配合一下，阮即马有做资源回收，因为咱即马。咱园林清洁队，吼、哦，麻烦，阮即摆开始，比如说伫社区机关、学校，阮即摆都有顶做破袋稽查甲资源回收。啊，是安那要做这个动作？以咱即摆环保局，现在拢开始伫要求咱的资源回收爱做也好，因为嘛为着咱的下一代，和咱的环境更美好。